藏剑临九霄，我辈修士任逍遥，红颜白首望，莫辜负了年少。仙路尽头斩什么，幽冥界中走一遭，斩他个炼狱滔滔。少年郎可怜时，远走路过叫他买枪，天磨迷津饮血脉，天雷接触凝神魄，花园不银行。人族血泪滚烧，只守着天把心沉，悟到尽头谁为风。带上三十三重天剑斩苍穹，我为升华天骄。居然完全激活了，此阵即便是我全盛时期也只能激活一半，怎么会？这难道就是传说中的点石成阵之术？谁有皇城地图？朕这里有。此处是何地？陈少，这是三大宗门之一的归元宗驻地所在。陈少，有问题吗？好，有个猜测，还不肯定。刘太老祖身上的伤势，目前有两个办法可以解决。两个办法，第一个是服用延年益寿的丹药，如七品松鹤丹、八品回春丹、九品千寿丹等，自可治愈。秦大师，延年益寿的丹药极其珍惜，怕是不知第二个办法是何呀？突破到七阶中期，一旦突破，生机恢复，寿元延长，伤势自然也会痊愈。秦大师，你这两个办法完全实现不了呀。我既提出自然有办法。难道大师身上有延年益寿的丹药？丹药没有，但本少能让刘太老祖突破七阶中期。什么？大师能让我突破中期五啊？能不能突破还是得看你自己的求生欲望有多强。待会儿诸位必须完全听从我的号令，不可有任何疑问和反驳。我等自遵从。这里有个药方，先去把材料准备齐全。此外，还请陛下准备一根十米长的符文锁链。大师要这符文锁链做何用？本少先前说过了，不得有任何疑问和反驳。难道这就忘了？新锐，去做便可。问那么多干什么？难道大师还会害我不成？是。朕这就吩咐人去准备。卓阁主，来助本少一臂之力。是，陈少。茯苓果、天王草，这些都是补足气血的药材，可摇货、海边、和合散、不倒草，这不是炼制春药才会用的东西吗？陈少，这是打算炼制什么？
又云生王丹线，这是七阶王品丹药的价值啊。你这炼制的是什么丹药？近阵闻着药香，体内的血液就加速了。你们几个屏住呼吸，此回光丹，闻多了对你们有害无益。吃下去。秦大师，回光丹是和暴血丹一样的绝境丹药，老夫吃了怕是会暴毙啊。你不吃，那我喂你吃。秦大师，你这是做什么？秦大师，你这……武神主宰官方视频号，记得扫码关注哟。破而后立。当是如此，我这一生强大的地方不仅仅是我前世拥有的记忆，还有前世的一切。